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祝愿所有刷到视频的小伙伴们都能接到好运。这个起手牌不用我说了吧？花还没有补呢，想法已经明确了，最少也是筒子的混一色。这个牌急需在筒子上面再来一对。搭子齐了，牌型也挺好，那肯定是主动进攻牌型的。不用藏着掖着，直接可以摆到台面上来了。这个牌也不需要过桥啊。上家的东风直接碰，下家一个花三六万也吃，事出反常必有因，很明显他也是在做牌。这副牌应该是神仙打架了，对家也启动了，三个人家，一家一门。现在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上家，再碰南凤，打四万，摸到现在筒子上面也没摸到对的，下家直接吃四万听牌了，这个速度倒是挺快，看下家这个样子应该是清一色。风向基本上都出来过，摸了个西风上了，下家手里倒是有可能会有西风啊。先稳一圈，打一张没用的二筒。这个牌混碰肯定是不会去做，碰九筒直接听牌，拼一个西风，下家也不要，下家抓六筒点炮，碰一色胡牌，六个花28分，加个苍蝇32分，看一下第二副，下家嘴倒是挺馋的，一四条两头张，一个花也去动了。虽然想创业，但是这个一四条也没必要这么急吧。现在倒是对家门清挺牌了，这个牌稍微的负点责任吧。这个条子要等到进张再看看怎么打了。来六筒，先放一张九条。没想到九条下家也能碰，一吃一碰动了我两下，那这个条子肯定是不会选择再动了。九条放的倒是挺好的，五条让我摸成将，别再来条子了，靠个搭子就能上天呀！这个牌，三筒倒是留好了，摸四筒听牌。五筒自摸，三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4分。